紧来酸酸菜快乐猪美食开箱。开火，秋冬季节最适合在家吃锅物。加入 500cc 的水或高汤煮至沸腾，水滚后加入其他内容物。我先加入酸菜调理包，加入酸菜贡丸、冻豆腐，这一锅很适合二到三人食用。干辣椒包，注意，怕太麻的人不要一次全下哟。香麻油包，这一锅也可以自己加其他爱吃的料，例如鱼饺、蛋饺。放入冬粉，先把快乐猪火锅肉片倒进盘子，方便夹取。台全牧场的猪肉好吃不腥膻，这一盘二到三人吃差不多。肉片部分分批下锅约煮30秒即可食用，不要一次全下，以免猪肉过熟口感变柴。一边追剧一边吃酸酸麻麻的猪肉锅，好幸福。严选云林快乐猪油花分布均匀，好好吃。酸菜贡丸吃得到酸菜口感，却不会酸，好吃。冻豆腐，接下来的美食时间缩时记录呈现。秋冬季节来临，喜欢锅物、喜欢酸菜猪肉锅的朋友，可以趁开团买几包放在冷冻柜，想吃随时在家就开锅。